大家好，我是小丽，家里种的土豆可以收了，今天把它全部挖回去。这些就是种的土豆了，中间还种了一些玉米，马上又有玉米可以吃了。先把上面的藤用镰刀割了。这几个都挺大的了，看这里一共六个土豆，看这土豆已经长到泥土上面了，这长得不是特别大，还算比较多了，这里差不多就够吃一顿了。这一株长得挺好的，还有一些小的，一共这么多，大的放这边，这些是小的，这些大的泥土再用这铁耙敲一下，看这个大的这么大，小的这么小，一个可以顶好几个了。才挖了这么一些，就有那么多土豆了。这么多土豆，你们觉得怎样做最好吃呢？